几天没抓老鼠了哈，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啊，今天雨一停，你看昨天晚上这老鼠就出来害人来了，你看这个蹄膀上洞打的一个，你看两个洞，三个洞，四个洞，好几个洞啊，抓手熏一下蹄膀上的老鼠啊，这蹄膀都被他们打穿了，还熏到不掉进面，一勺两勺，嘿，大叔吃老鼠肉不？哎，吃不吃老鼠肉？哎，老鼠，我抓老鼠给你吃，熏老鼠，烟来了，大叔抓老鼠，快点，三峡哪里有出口？有出口的地方就有烟出来。失败了，那个洞没有，这么好洞，这没老鼠的你。这边还有个洞啊，试试，还有没有老鼠？别放弃，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好多洞啊。反正这个老鼠啊，见一次灭一次，绝不手软。嗯，这没出口吧？你到那边看着啊。嗯，你去那边看一下。看着看着看着洞。这一个假洞，我靠，这么多假洞，吉春院抓不到老鼠，我们还是来我二舅养殖大棚这边抓哈。上次在这边抓了八只老鼠，这个洞里面上次查了十来只老鼠，跑了好多。今天啊，我再来熏一熏，看看老鼠还会不藏在里面。我先把这个出口堵住啊，开始啊，看有没有哈，开始熏，我们注意哈，看一下老鼠洞，看一下哪里会冒烟，就这一个洞，这里冒烟了，我估计里面没有老鼠了，可能走了哈。嗯，这个洞没有啊，上次被抓过一次，这老鼠还挺聪明的，抓过一次第二次不来了吧，要不换地方。皮皮过来，我正在抓老鼠在那睡觉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好重好重，这没老鼠啊，这老鼠熏子都跑光了，搬家了，都一只都没有了，咱们在这边等哈，看见没有老鼠出来，这么大的烟，绝不空手回家，没有老鼠哈，上次抓了一遍一只都没有，估计都搬家了，我发现这边好多这种笋呢，这个笋好吃啊，烤一点很嫩的雷竹笋，嗯，现在不是有一种比较火的零食吗，特别吃，老这样嗦嗦嗦，不就这个笋啊，搞一点回家吃，对，我小孩喜欢吃，真的，搞回家给我妈炖汤。会骂不？这可不是野生的，那别人种的。我们弄两个应该没事吧？搞一点哈。嗯。不搞多了哈。好嫩。要稍微挖一下哈，不然里面的浪费了。可以了，那个一碗就可以了。拿火钳在这偷笋了哈，人才。一般是不会骂，这东西他们也吃不完，到处是。会骂不？不会。这个连根拔起，随便弄，给我朋友的，
你朋友的？嗯，随便怎么弄。真的？嗯。那再搞两颗。嗯，好。找上门来，你报我的名字。好。啊。再搞两颗。够了吧？够了，用完了。不要贪心哈。嗯。细水长流，下次再来。嗯。这个笋哈，小笋有小笋的味道，春笋有春笋的味道，这个笋有这个笋的味道。走，我们这些炖汤够了，走走，不搞了，好多，你看全都是。上，今天带坏了皮皮，从来抓老鼠没空军过哈。对，带你来就空军，因为他来只知道睡觉。猪，回去。我就不上去了哈，你上去。你上去，我不上去。打不赢，打不赢啊！赢老王在是吧？不是母老虎，把母老虎搞醒了，骂了一顿。他把你的美梦，是不是、这个、搞醒了是吧？没有。是不是这个？要不奖励一下我？奖给我吗？奖给你啊！用你老家炖汤呗。炖汤，老酒给毛炖汤，给我三十张红纸。三你妹儿子，三儿子。三女儿。哎，你们吃啥？吃饭。我靠，吃鸭子啊！三只。你看就不是你做的，你做的？你做这种水平？你做的？不然呢？我不相信。